是冬季流浪的风筝，飘向天空留下寒冷，弦断了，刻画成一道伤痕。我就像是一个陌生人，也许不会再见了，告别我的。
再见了，告别我的爱人，从来不属于我的。你说过的永恒，我给过的天真，只是一场心碎的旅程。不用记得，这样我就能忘记你了。这样我就能忘记你了。这样我就能忘记你了。今天我们台北威德五桌、哦、很简单，都是我们威德的兄弟们，所以没有分大小，大家都是 brother 都兄弟、哦、都是骑一样 BMW。 那很简单、哦、待会我们晚会在6:15、哦、就正式上赛了，然后、哦啊、大家可以跑来跑去、哦、不是说固定坐那一桌。然后今天、哦第一次参加我们晚会，有个阿力兄弟来，阿力你站起来，站起来，来，来鼓掌一下啊！我处理啊，我处理啊，啊，学长们应该怎样处理啊？哦，今日阿力哦，一个人来尔，一身叫小情歌哦，袂歹啊，希望伊连变得乖，即摆拢白起来哦。啊，不过这个心脏有诶剩两支支下啦，有诶剩一支啦。哦，阿姆哥，哎，还是一样热血啦！欧杰巴的来，你小肥，你最年轻的，一样，哦，哎，来，这个已经20年了，好、啊，鼓掌一下，哦，都是一个新的，哦，好，来，我爸爸，哦，龙哥姐，来，林嘉欣，哦，这个创始人啊。来，我们宜兰的顺哥洪兆顺前会长啊、哦，这个都是我们台北威德的创始人的啊、哦，来哦，一样的胡志明大哥，来啊，赶快 LP 哦，你们啊、哦，来我们的团哥。但你这个在站住的个性的哦，你今天没穿制服，你今天没穿制服3000块哦，3000块你来搞阿文娥啊哦，我想要去笑的哦，今天晚会八月节是运动最佳啊哦，请。今天搁徛在遮看着大家咧，真正足歹势。拢无带大家出去耍，因为最近我公司吼咧扩产较无闲吼，咧外人有缺点吼，啊所以咧无闲一寡跩，啊所以吼、哦、比较少时间跟大家一起出去骑车，我自己的车也好几个月都没有再骑了。啊，阿叔鼓掌起来，真的，阿叔拼命拼命。一直在帮在威德很在那么努力的付出，还要找一些新的会员啊，反而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在做为帮威德拉一些新的会员，所以很感慨。我这个所有的这几个月就是这样而代表而你大公对不对、祝各位台北威德的兄弟骑车平安顺利快乐。一起敬畏长相啊！一起敬畏长相，来来喽！哎，我丢耳塞啦！哎呦，最好是找办法能扩展嘛！
to be true。 你是冬季流浪的风筝，飘向天空留下寒冷，弦断了，刻画成一道伤痕。我就像是一个陌生人，阅读你的诗和剧本，着你。